生肖猴属猴的人，21日开始，好运旺的不得了，横财大奖不断，钞票堆成山，喜迎大财天降，大喜临门，大富大贵好运来，在事业上逢喜事遇贵人，在工作上也变得更有干劲，在赚钱方面会有贵人的扶持，加上事业运不错，能够取得不小的突破，也能够因此获得更大的财富，轻松就有横财进账，事事大吉，富贵进门。生肖属鼠属的人，在之前的生活之中，才华没有发挥出来，导致身边的人都不太看得起你们。21日开始，好运旺的不得了，横财大奖不断，钞票堆成山，你们有财神庇佑，富贵挡不住，可以遇见你们的贵人，从而让你们得以改头换面，不光身边人开始对你刮目相看，瞧得起你，而且还可以从此过上富贵的人生。生肖牛，生肖属牛的朋友，21日开始，好运旺的不得了，横财大奖不断，钞票堆成山，属牛人生活越富裕，他们头脑灵活，懂得举一反三，福禄双至，单身的属牛人红鸾心动，很快就能够脱离单身与意中人，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开花结果，前途无量。